有还原。哎呦哎呦，我觉得他是第一次单身，没做出第一次没可能。哎呦哎呦，我们已经被哇哎嘿，我这爆炸是什么？再见，我要猫了。不会不会你。大家好，我是沙皮，欢迎来到 UGS 频道。真的是又好久没有来玩这个《魔猎世界：冰原》啦，各位好久不见。那么自从上次拍完这个 Pecola 之后呢，就差不多没有后续的一些模组更新了。主要原因我们都是在等一个模组的出现，没有错，也就是这个红黑龙还有这个祖龙团队所制作的最新的一个魔猎人模组。那这个模组呢，相信各位在看我之前的一些社群的推文之后，应该都有 follow 到这个模组。听说就他们从这个 Frontier 完全的非常完美，一次到位，简单来说就是100%的将这个玲珑搬到这个世界当中。哇、wow、哦！那么今天呢，各位观众们，我们一样呢，请到了我们的 Puma 来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模组的内容啊，我们来欢迎他，拍拍手，哎，耶哟！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Leon 小狗狗，哎，各位，嗯，什么小狗狗？我是狼呢，是臭狗，哎，是臭狗，臭狗，臭狗。好，总之呢，啊，这两位相信各位观众应该都相当熟悉，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只有我们三位，没有错。好，总之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个模组，就是来跟 Puma 还有我们的 Leon 小狗狗来一起体验这个《魔猎人：世界冰原》的新模组 Frontier 玲珑。那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模组的任务内容啊。哎，我们来看一下啊，没有错，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 The Soldiers The Soldiers Return 哦、oh, ，The Soldiers Return。OK， 等等，我觉得这时候呢，我必须要召唤某一个人来到我的这个世界，然后有请他来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个英文，让我们了解一下。哎，让我们欢迎他，就是我们章鱼先生。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召唤了我们的魔鬼章鱼啊，来，请他帮我们翻译一下这个任务内容啊！啊，章鱼，来，交给我。所以简单来说，他诊断的意思就是这个委托人在这个冰冻土听到了一声不是很凶猛的吼叫声，然后突然看到一只很巨大又很凶暴的魔物朝他这边冲过来，这样子。没错，哎呀，这个任务应该蛮有趣的哦。另外，相信呢，在这之前呢，各位观众一定在想说，为什么这只章鱼没来打呢？我跟你们讲，因为他电脑爆了。嗯，没错，电脑爆了。那在这个之前呢，也给你们看一下、喔、其实它这个任务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任务，那这个呢我觉得会比较难一点点，但是呢这个可能又会比较特别一点，它的名字叫什么 For Right 什么 War Cry 战争哭泣啊、不是战争哭泣啊，狂热战哦，好，感觉蛮屌。 OK，这次呢要体验这个任务，我们就从狂热战哦这个任务直接开始体验看看吧。啊，那我们就先把任务接起来。哇，两位听完刚刚这一些陈述之后、欸、有什么感想啊？我还没有，因为我没有打过，完全没听过这只怪。对哦，铺马和雷勇完全没有玩过这个 Frontier、嗯、啊，我的话稍微有碰过一下，应该说这只我好像有打过，但印象没有说很深刻。太简单了，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三个菜鸟。对，好，那么还是那句老话，来铺马，你有没有信心？我有，超有信心，超有信心。啊，那么 Leo， 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啊？对不起哦，让人吃的吗？我只知道所谓的决心。好，我先去吃猫饭。好，我们开始，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可以开始。啊，总之各位观众们，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这三个人来体验这个 Frontier 当中还原进来的玲珑，我也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这个模组的内容，真的非常期待、啊、哦，我现在其实有点兴奋，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只都做得很棒，对，他前两只真的那时候真的是很屌，所以这一只不知道怎么样啊，反正不管怎么说，两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Okay. 那就让我们出发吧， Let's go。在温泉这里哦，我也在温泉这里哦。后面，我原本想说要在营地，然后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观察它的外观。OK， 各位直接切入主题了啦。哇，它眼睛是蓝色的、哦，坐下来。哇，它会坐下来休息。
哇，光是这外观的还原就非常非常的完美了。真的真的真的、我没看过原版的，不过感觉真的做得很细，这做的还不错、等一下，那个哇、好大只哦，哇，而且你看它上面那个背甲，背脊吗？背脊啊，它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剑龙吗？对 对是剑龙，哇，一格一格一格，对对对，它原本就这样，哇，而且它尾巴是一个刀刃哎、哇，跟那个什么怨魂龙很像，这样一个武器，对，老实说它真的还原的非常的完美，百分之百，以外观来说啦，外观来说。啊，好可爱啊！卡哇伊呢？啊，卡哇伊呢？可以，可以哦，すごい，すごい！哇，好想骑哦！你很想超龙是不是？理解，很理解。不是，不是，魔炼物语啊，物语啊，物语啊！我现在很好奇，他背上那鳞片会不会发光？打的时候，感觉发光，就发光。打他的时候有没有发光？会哦。我没有，我在猜，因为我这次真的我没什么印象。好啦，不管怎么说，先嗑药吧，各位。我们来体验一下他的招到底长什么样子。OK， 准备水又穿了，各位。好、OK， 那就 OK， 来吧。我是个螃蟹身。哎、欸，这么，好用 ，OK， 还原，哎呦，好用。哎呦！哇哇哇！这个爆炸，这个爆炸！哎、欸，它上面真的是红色嘞！哇，好屌、啊！哇，这怎么？这什么动作？等一下，等一下！哇哇哇！完了！哎、欸，吃了这么？有啊，我估计吃到猫了。不会了，不会，把它当艾尔登打就对了。你这个动作没事，把艾尔登打成吗？哎、欸，我对。哎呦喂！啊哈！哎呦哎呦！哎呀，把人甩下来！等等等等等！兄弟，这才一分钟半呢！哎，超扯的啦！这是什么鬼伤害？我的妈！哇，这从远方看呢，贝奇真的好帅！哦，这爆炸！超还原，尤其是那个爆炸的效果。对对对，你要你要我说，车在这边，有人要去。你是没本了。哎呦哎呦，哇，大毅力是不是？哎嘿，他这燃烧。哎呦哎，血流成河了。哇，血流成河。哎，我有，这什么？哇，他会一直旋转。白溜溜。我们已经被。哇，哎嘿。哇，这爆炸是什么？再见，我要猫了。不会不会，你滚了。哎呦！哎呦！Are you OK？ 真气的效果，你知道吗？哦，伤害超高的。哇！哇！不马！哇！哇哇哇！不马！不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No！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呜、哦！我！哎呀呀！哎，等一下等一下！哦，你拿球了是不是？接下来有用！哇，完全没办法！哎呦！我把那个动作有改。哎呦哎呦哎，聚合不行啊！转两圈。哎呦不了！好干！哎，普马，这不是我们艾尔登玩太多了，好像玩太多了，好像被打得有点惨啊！你看看他那个爆炸。再看看他那旋转，还有那个头垂地面，再看看那烟火绽放的感觉，哇，攻击力，那血量，哇，这怎么玩？整个就是完完全全从 Frontier 过来，然后再加上那底 buff 有没有降你防御，燃烧是不是普马？还烧起来啊，还又烧又降，没错，让你烧又降防，什么鬼？这怎么玩啊？你觉得怎么样 ，Leon 小狗狗？觉得前途暗淡了。平常不是一堆决心？对啊，你不是一堆决心，决心都没了。然后你的决心被这个零。
像给烧毁了，是不是？没错。好，不管。由于呢，我们这次这个任务呢，真的这个难度很高，所以呢，我们又请到另外一位高人，没有错，就是我们的老谢，欢迎他。好，拜拜喽。喂，有变态出来喽！真的是变态中的变态呢，这是什么东西？没错，我是变态，我是隔壁棚的变态老谢，哎、欸，从爱尔兰玩出来的。你也是，我这个也是从爱尔兰回来的。完蛋，完蛋！好，不管怎么说，各位观众们，今天这个任务呢，我可以说真的很棒。他们将这个玲珑呢还原的非常的好，动作都做的非常的到位。因为刚刚我们有去看了一下之前 Frontier 的影片，真的完美还原，那个招式什么都有，除了特效可能有点不一样，但是真的很棒。我觉得到了世界那个效果加分，不错，赞啊！既然我们已经多了一个帮手了啊，铺嘛，有没有信心？没了，没有啊？那 Leo 你有没有信心？心情是什么？你起码要说个决心啊，兄弟。哦，这个好一点啊。那个老谢，你有没有信心？有啊，哪有啊？对不对？是不是？OK 啊，铺马，你要不要有信心？看我们另外两个都有信心，对不对？嗯，好哦，好哦，嗯，好，我充满了绝望，各位啊，来 ，Let's go，Let's go， 我的妈，完蛋 ，Go， 前途暗淡了，我的妈。Yeah!